大家好，我是夜巨龙，迷幻幻魔兽世界。影片开始前，我把这一集的天赋、特质、精华以及整体数值陈列如下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可以，没问题 ，no problem。第一个我断哦，下一个帮我断 ，OK， 好，然后给他死吧。
三、二、一，快打断！下一个我那个芝芝，萍姐，你断那个月那个分身的第一下。好。放心。等一下我断哦。放心。放心。注意护目。不好意思，哇 PD 可以不要这时候 出来吗？哭我他四字哦，不对，五字才对。没关系，那个我会盯那个叫什么？我会盯那个花，所以你们的仇恨自己小心一点。DK， 我的 DK 很烂。是那只，那只虫如果有太近的话，你帮我逛一下。你觉得如果会赢？我觉得你帮我逛一下，帮你点缺一下。有点危险，我好怕赢到，看我这么肥。哦 ，OK。你们帮我盯断吧，哦。放心。进去吧。会啊，你别吓！其实你开黑暗就不用跑了，你开黑暗够硬了。看一下哦，四只，一样帮我盯骷髅的断法。放心。
仇恨我不知道够不够，感觉不够。好像够哎、欸，没有啊，芝芝在躺啊，芝芝你要死掉了，我帮不了你啊，芝芝安息吧。我骸骨风暴开下去，加碎金打击，这样子吸不回来，因为我主目标不是他，我主目标一直是别子。剩一只吸血虫哎、欸。哇，那就单体击杀他吧。好了，杀！要打几只小的啊？怎么打几只小的？打到哪？因为我要看看我的招，现在流还是要开。你看嗜血啊，因为我已经是二王开嗜血啊。第一下我断，下一个支持。只是你要帮我盯这只骷髅、嗯，我这只会放掉。哦。哇哦，你错了！快打退！啊操！啊！哦、啊。这个太爽。北七，那边提早出手干嘛？这么早出手干嘛？我才想说一个死雕而已，你就咻咻咻了，我真的没法懂啊！看看猎人，你学学猎人嘛，打十八万都没 OT。他有误导是吧？会假的吧？他没假死吼。真奇啊！等下，芝芝来没啊？丢丢！在哪？你要先打？没有啊，我再清两只啊。芝芝，骷髅你一段，我已经开了。哦，一下诅咒你的。然后燕姐，你看到那引剑的时候断一下骷髅。放弃。这个硬吃哦。
要等猎人再看断线。嗯？哦，好。哦，干，我的吸血虫很烦哎、欸，那边咬，我又不能解除它，哦，烦不烦啊？让我出去啊！哭哦，哭哦。3, 2, 1真的是诸事不顺呢、欸。为什么小弟不给去？小弟只能去赌。我一哦。哦，那下一个吃吃。那个晕他。好，他死了。波波。这边我不想。动法不够，所以我打算一直一直来。这个五一段，快打断！下一个芝芝留着，芝芝留着，不用断。走，先蛇，你一段哦，芝芝。下一个我的，然后等一下 A 中间小怪。攻击你的目
是的魅力目标。惯性跑那么大圈，芝芝你也是哦。你们每次这样跑，很容易就是 ADD， 你知道吗？啊！不要惯性跑那么大圈，这个在冲程的时候，基本上就是 ADD 灭团。走了，军区喽。不要跑那么大圈，对，那闪招很正常，但是小步伐的去闪招，不是大步伐去闪招，因为随便大一个大步伐，基本上就是 ADD， 对 ，ADD 不是灭团，就是半场，对，这没必要，对，特别是大高层的，你这样闪 ADD， 对，保证黑 key， 对，这是基本。
就是八八，没想到我竟然少一八。这次我们先打 ，Go， 五一。好，这就先到这吧，谢谢大家。